廖凯宏，伊常在伫跟踪我，敢是因为昨暗伊为老大人甲丹丹遐听着啥，即马才会安尼嗯呀呀。我袂记得我咧甲伊滚走。嗯，爹，你来一下。我。好，你敢同我滚走哦？你到底想要创啥？你来愈讲愈大声啊！你是不是咧心虚？我哪有心虚？你才心虚！你全家伙拢心虚。好，其实你介意迄个人。应该不是靖宇姐的翁婿，对吧？哈，臭死人！你是在问什么奇怪的问题？我介意的是罗家峰，罗家峰就是万靖宇的翁婿，那不好意思想。罗家峰还罗家峰，靖宇姐的翁婿还靖宇姐的翁婿，因两个是无同的人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两个人谁做一模一样，我应该约了无唔对啦，对吧？想做也知影，伊想做计常常唔讲话，是不是互我约着？你敢知影你家己咧讲啥？有两个生在一模一样的罗家峰，啊！你安尼胡白讲，我想要怎甲你应啊？你应该甲我应讲，迄天伫咧山区你找我的车，其实是要去救靖宇姐因。你讲，你是毋是早就知影是啥物人要对付伊？你像你爱胡白讲哦，你就继续胡白讲啦。啊，像你爱脑补，你就留一只继续补。哇，阁有代志要补应，我先来去哦。你到底是要问嘛啥？其实只要你老实讲，我相信罗大人绝对袂怪你的。我，王先生。魏珊珊，魏珊珊，这查某脚手真正有够猛，一下就怎看无人。工地那边安怎？好啦好啦，我即马随过。对，我承认，是我甲瑞安讲的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无采客别对你这么信任，也阁比袂过江开阳迄只狗对我失忠的。你敢知影？客别是在对你真切心。因为我感觉客妹你太恐怖了。你是在说什么？那不是你，你编一套故事骗瑞安去陷害世界自己的亲人。瑞安敢有需要现在为着要在楼下站稳做出那么多失去你的事情？瑞安知道真相了，你不然不要想办法弥补你对他造成的伤害，你还想要把那个单中志送到楼下，你要害瑞安甲亲人团圆的美梦完全破碎，你哪会当嘴无共心肝？你嘴讲你爱瑞安，实际上却对瑞安做出遐侪残忍的代志。
因为女人已经放不记啊，伊若继续这样落去，绝对哦毁了伊家己的。这不是，你是想要控制瑞安？你要爱伊的头，爱伊乖乖听你的话。是够大事，不是？居然敢安尼敢讲话，你我嘛讲唔掉。其实瑞安心肝就冷，你若是无出这招，该害伊敢袂规个人等讲去。伊是走投无路，伊才会开车把阮这两个人弄落去山脚。你讲你甲瑞安无见着面，是安怎？你也知影现场代志。敢讲迄条车祸，毋是靠一人看到，佮包括你。廖开宏是无辜的，我袂当害伊分开恁哩来。我是对咧瑞安后壁过去，我才看到的。车祸现场，佮咱我一个，我无看到其他人。既然无其他人看到，安尼就毋免大惊小怪啊啦。我已经替瑞安制作一个不在场证明啊。只要咱卖讲，嘛无其他人知影，那呢，瑞安应该就会呢安全脱身啦。你安尼做，是为你对瑞安的情分，还是这一切拢是你设计好的？这更有重要。只要以后你甲瑞安会当乖乖听我的话，就袂阁发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代志啊。所以你承认？你比瑞安了讲，就是要继续利用伊，让伊继续做你的妓女。不管什么叫利用啊，只要会当保瑞安平安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敢不是？真不是！我跟瑞安对你的辛苦比这么侪年，我对你黑心瓜，对你这么忠心，是因为我对你有感情。你根本都无真心对待过我。瑞安讲得无对。阮对你尊重、视重，拢是阮家己想的。是客袂做人失败啦，才会互我客查某囝甲客囝一个接一个，甲我离心。你莫阁假啊！你若真心关心瑞安，你就应该帮助伊转去老家，你就应该帮助伊得到亲人的原谅，毋是害伊愈活愈偏激。既然你毋知影。安怎做才是对亲人好？那安尼，我就演了一届给你看。你是要讲这话是啥意思啊？我要去把瑞安应该做、应该讲的秘密，拢献给大家知影。安尼将来，瑞安要面对的代志就会简单真多，伊就搁较有机会得到伊亲人的谅解。你即摆意思就是讲？你要去做了没有？这是我爱情人的风险，看详细，我甲他表演一届。你确定要甲我做对头？你是无想要知影，你亲阿姐下落啊是？还是？这有可能，阁是一个你设计好的骗局。我无想要甲瑞安同款，变成让你控制、让你无理耍的家里人啊！就算讲我的亲生阿姊真正还阁活咧，为着莫让伊，让你这个无鬼利用，我甘愿莫甲伊相认。我伫这，我代替。瑞安跟我家己要断绝跟你的连结，魏珊珊，伊无机会脱离我的啦，因为我无可能我的投资无去无回，我更加无可能让你有机会会当去破坏我的计划。为着我跟瑞安。拒绝我的气一盖。
老客呗，送我去学武术，总算有机会让你验收。以后咱就全部交出门了，保重。这面有大象，有镇静剂，别用那些心想啊。真正够假的，连一个查囡仔拍袂过。当然，歹势啊。把人顾好，若走去，你就再死。是是。真无彩，培养这么侪年纪你，这样无去啊。人讲客爸敢若一条魂转来。我的年龄无亲像较早同款，阿无伊客辈地位还够年龄，但中人因绝对得袂赢咱的。你对客辈要有信心，咱爸仔上阵，哦，绝对甲因啊，抬甲无多下手，还输甲吐吐吐的，啊。各位，你想怎？你想怎？要惊我嘞？各位，医生，我客户做完 CT 结果是安怎？阿爷进前脑瘤部分不是控制好啊，本来骨压起来，刚好发多年了，就刚中彩钱啦。当然无问题啊，可能要请因观音过来一撮，因为根据这份检查报告，我怀疑伊的脑瘤又搁发作啊。哪样的？唔单呢，而且搁有另外一项更麻烦的，伫个胰脏的头端附近啊，有这两到三公分左右的阴影。我的客户得着胰脏癌，你是还袂讲啥？我进前就检查过，迄脑瘤已经萎缩啊，哪有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搁复发？而且搁得着什么胰脏癌？你是倒位派来两公医生啊？江总裁，我是根据影像的报告来说明你目前的状况。若是你对我的判断有所怀疑啊，明仔我当替你安排再搁较详细的检查。我无想要听你讲这個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提出头啊，靠伊的力量啊。明明我的病情就已经好起来了，哪有可能再复发啊？替我办转院，我要去进前去问伊啊。医生，别遐尼激动啦。医生，我的通知伊厝内人来啦，啊，拄则伊讲的话，伊别听入心嘞。歹势，多谢你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要办转院。好，这医生阿煞不如啊，我无相信伊的话啦。你是冷静下来，倒下来啦。你莫牵拖去怪别人检查无准，还是仪器出问题。我是感觉，你即马出现这镜头啊，拢是合情合理的。你若讲这什么意思？你在甲我唱衰是毋？这是你家己做得来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家己想看卖。之前你对白盈盈朱晴天下标，一个得着胰脏癌，一个得着。脑胶质瘤，想想这吼，拄仔好，倒输到你家己身躯顶，所以人伫讲啊，唔通做歹势得嘅代志。对啊，那你卖计是讲哦，你徛寒山看要烧炭，看咧落灾受苦，甲你一点啊关系都无。我甲你讲，我若是要下堂两地哦，你嘛袂有好买啦，恁两个。应该徛同边，爱同心才对。你水位到我什么地带啊？啊，不是我害你破病的。因为我的一条魂已经走在你身躯顶啊，你都无感觉。